各位同学，台湾历史文化第十六讲，今天讲授的主题是殖民统治与台湾近代化。本讲的重点有包括资本主义化的电力、经济的发展、社会与文化的发展。先来谈日本殖民统治如何在台湾进行资本主义。首先，我们讲过日本占据台湾之初，毫无明确的统治方针，直到统治权力巩固之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 日本政府将台湾纳入日本帝国体制，并且在台湾推动具有近代化性质的基础建设，对台湾进行经济榨取，作为日本南进的基地。总督府初期致力于基础事业的调查，包括进行户口调查、土地调查、林业调查、旧惯调查。结果接着建立专制专卖制度、金融制度。 完成水利建设、交通建设，进而建构了台湾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工程。底下就逐项跟同学来说明。为了掌握台湾确实的人口数，在一九零三年公布了户籍调查令，作为进行户口调查的准备。一九零五年实施第一次的户口调查。由于清代的土地制度极为混乱，产权不明，业主不明，允田甚多，纳税义务。 人欠明确，许多土地甚至未完全纳税。一八九八年发布了《台湾地籍规则》《台湾土地调查规则》，全面实施土地调查与整理工作，展开地籍调查。结果呢，清出大量的陨田，确实的掌握了台湾耕地田园面积。总督府整理陨田，作为公债券，作为补偿而收回大租权，却。 确立了以小租户为业主，厘清土地所有权问题，制定了日本登土地登记规则，利于日本人取得土地。林业调查从一九一零年开始到一九一四年为期五年。一八九五年,年发布了官有林业取地规则，凡是没有林有地券或所有权证的山林原野的，收收归官有。 自一九一四年起，十一年间实施的林业整理工作，将关有林业区分为需保留林业与不保留林业，不需保留的林业出售、开垦或换领。林业调查和整理呢，确定了林业的所有权，明定境界，拓购换领，成购建立林业私有财财产制，完成完成了林业资本。 资本主义化，总督府成立临时台湾旧惯调查会，调查台湾的法治、风俗、民情、农工商等经济产物，作为总督府的立法跟施政参考。另外，对原住民进行番政调查。日本总督府一面进行基础调查，另外一方面也开始展开台湾的基础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包括了专卖制度、金融制度、水利建设。 交通建设、电力跟自来水，底下再跟同学分别讲解。总督府设立专卖事业，累积国家财源。专卖的项目包括鸦片、盐、樟脑跟烟草。初期以鸦片跟樟脑为主，后期以烟跟酒最为重要。到了一九四二年以后，度量衡、火柴、石油都列为专卖。这些专卖品收入平均占税入的百分之四十以上。 专卖制度独后了少数的资本家以及总督府的协力者。由于台湾流通的货币种类十分复杂，1897年日本政府进行本土的金本位制改革，1899年设立台湾银行整顿台湾币制，安定金融。1904年，由于台湾银行发行的金本位制的台云券取消银币流通。 将台湾币制纳入日本体制。台湾银行除了整顿币制，也为日本人在台湾投资事业铺路。日本台湾银行的资本操在日本人手中，台湾人投资的银行主要是彰化银行，但资本不高，无权过问银行的事务。李美的台籍人人士陈新认为，台湾必须发展工商资本，才能与日本抗争。 于是，在一九二六年，在台中设置大东信托株式会社，但当时被视为非法组织，要求解散。直到一九四四年，总督府通过信托法,法，取得佛法合法资格，却被要求与其他公司合并，改名为台湾信托株式会社。一九零一年，总督府公布台湾公共批准规则。 改良旧有的埤准一九零八年公布《台湾官设埤准规则》，建设大规模的官办埤准。桃园大圳跟嘉南大圳是重要的水利工程。桃园大圳以官民合资方式开发建设，整条大圳都以人工开开凿，从石门开辟到水道，引大汉溪的水到桃园跟中坜一带作为灌溉之用。由于 嘉南平原的水源不足，常常造成农民看天吃饭。总督府为了改善嘉南平原的农田水利，特别聘请水利专家巴田宇一设计建造嘉南大圳。巴田宇一首先经新建一座乌岸乌山头水库，而后拉开凿河渠，连接乌山头与曾曾文溪、浊水溪两地的水源。从一九二零年开始施工，到一九三零年完工，长达十年的水利工程是东南亚。 最大的水利设施，论规模、技术，在当时的堪世界、堪称世界一流的水利工程。在交通建设方面，包括整建铁路、交通、港口、建立邮政、通信系统。铁路交通从一八九九年由台新竹以南开工，一九零四年完成到三义的路段。 另外一方面，以高雄为起点往北新竹的铁路也抵达到斗南。一九零八年，西部的中冠铁路由基隆到高雄全线正式通车，中冠线成为西部交通的大动脉。为了转运阿里山木材，一九零六年开办了阿里山林业铁路，全线自自海拔三十公尺的嘉义爬升到。 两千两百一十六公尺的阿里山是世界上少有仅存的高山铁路。公路建设与日本军方对台湾反抗势力的扫荡有密切的关系。主要的公路有中贯公路，由基隆贯穿台湾西部，南达屏东，全长有四百六十一多公里。第二是苏花公路，从苏澳到花莲。 原来为李欢之用，是1927年起改为改为汽车路。朝东公路从高雄郡高雄州屏东郡到台东厅的台东郡，1939年完工。屏东到台东的公路从高雄州屏东郡沿着资本溪直达台东郡的资本，1927年开工，1945年前线通车。在港口方面，为了 运送大量的人力跟物资，总督府选择了基隆港作为实施港口的现代化港湾。基隆港整建的工程从一九零零年开始到一九四五年为止，基隆港成为全台航运之首。吞吐货物量激增，人口跟商机都涌入基隆。至于在邮政跟交通的方面，在一九零八年。 台湾各地已经成立了一百二十七个邮局。一八九七年，台湾已经有在澎湖设有公用电话。到了一九一九年，台湾电话增加到七千一百四十六而电报线也共有六条。一九零五年，日本在台北深坑利用淡水和支流蓝色溪的落差，建设了台湾首座的水利发电所——龟山水利发电所。 1919年到1 9 3四年，在浊水溪上游建筑大坝，将溪水拦截注入日月潭，利用水位落差建造了日月潭水利发电厂，总发电量号称当时东亚第一。日本据台之初啊，鼠疫跟疟疾等卫生不佳，导致的疾病不断。1896年，特别聘请英国人威廉巴尔顿来台进行台湾卫生工程。 以台北自来水建设的调查工作，首先进行的淡水自来水工程，在一八九九年正式通水运转。一九零七年在台北公馆设净水厂。一九零一九零九年，台北自来水进迈入现代化的供水系统。巴尔顿口称为台湾自来水之父。对于台湾经济发展的情况，我们以。 糖业跟稻米为例来说明，日本人长期以来偏好台湾的砂糖，而豫原太郎总督大力发展糖业经济，并且有计划、有组织的致力于台湾糖业的近代化。一九零一年，在高雄桥头仔设立第一座的新式堂制糖厂。一九零二年制定台湾糖业奖励规则，由总督府提供糖业奖励补助跟措施。 一九零五年公告制糖厂取缔规则，提供资金援助日本资本家，原料确保市场保护在内的所有军事制糖保护方案。为了保护日本资本利益，总督府在一九零二年下令禁止台湾本地人自己组成会社，制糖会社大多数为日本资本家所控、所掌控。 所以台湾本地的资本家必须附属于日本资本。总督府为了保护日日资制糖业，实行原料采取区域制度，将全台湾种植区域加以划分，规定在指定区域内未经许可不可以设置糖厂，甘蔗不得运往其他区域销售，蔗农也只能卖给固定的会社。 此外，在糖厂的土地种甘蔗的佃农，被规定不得种甘蔗以外的作物，收割由会社负责，工资由农民负担，称量跟收购的价格由会社来决定，还必须使用会社的高价肥料。这种面对诸多不公平不利的剥削，因此台湾流传哦，第一工哦，见甘架哦，毁家崩。 或者是三个保证八十斤的这种熟叶。一九一三年，由于糖业试验场改良配种，适合台湾的天后的耐风性强的新品种，在生产方式及品种改良之下，台湾的新式制糖在十年内增加到十倍。台湾的糖业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产量居世界第四位。由于日本本土稻米不足。 日治之初，总督府积极展开台湾的绿色革命，促促进台湾稻米增产。因此，台湾总督府积极进行稻米的品种改良。日本人基永吉以台湾米跟日本米重复交配在，在一九二二年研发适合日本市场口味的蓬莱米。 在总督府的推广种植之下，加上蓬莱米单位面积的产量比在来米还多，所以价格比在来米高，而且比种植甘蔗有利，因此蓬莱米的种植迅速普及台湾。蓬莱米的产量大增，输出的总量占大部分，因此造成一九二零年代中期台湾农业生产和对外贸易结构的巨大变化。总督府对甘蔗跟稻米推广政策形成。 稻作跟甘蔗之间的竞逐现象，一九一八到一九一九，由于日本的米价昂贵，激励了台湾农民种稻的意愿，因此严重打击了赤糖会社的甘蔗原料的供应，引发了米糖相克的问题。日本初期，日治初期，台湾以制造糖跟凤梨等农产加工的轻工业为主。 台湾的新兴工业化进入新里程碑，开始在一九三四年日月潭发电厂的完工。由于优惠的廉价的电会，啊，因此化学工业、农场、农产品加工业有更加发展的契机。一九三六年，总督小林启造上任之后，标榜以工业化、黄民化、南进基地化为施政三大方针，总督府推动。 第一次生产力扩充五年计划设立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执行经济南进任务，结合南洋的资源，积极推动台湾工业化。一九三七年，机械造船、石化业等新兴工业纷纷设立；隔年，纤维业以及大规模的水泥业也引进的台湾。一九三九年，台湾工业生产总值首次超过农农产生产总总值。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为了避免美军轰炸而分散了其国内的重工业据点及南进基地的需要，在一九四一年确定台湾军需工业发展政策。从此之后，台湾重工业呈现飞跃的成长。接下来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于社会跟文化方面的发展。日据时期，因为经济的成长导致社会的变迁，其中社会人、社会人口结构及阶层。 旧惯习俗的革除、医疗卫生的建立，这些分别跟同学细述一下。日本统治台湾之后，依照《马关条约》的规定，台湾居民自此条约批准之日起两年内可以自由选择国籍。结果，在规定期间之内办理迁出，仅占台湾人口总数的零点一六 percent，留在台湾的居民就成为日本国民。 台湾居民仍然以农业人口为多，但是随着农业加工业的发展，工商人口从一九二零年代渐渐的增加。至于属于公部门的公务员以及自由业，都是以日本人为主。日治之初，总督府积极笼络地方士绅、巨商、豪强，延揽他们担任基层的行政跟治安组织，这批人就成为台湾新兴的基层领导阶层。 在西式教育取代传统教育之后，在一九二零年代，新式的教育出身的精英也成为台湾社会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留学生，逐渐担负起社会领导重心。在新式新的社会领导阶层，又以医学、师范跟法政的专业人才占多数。透过台湾总督府的旧惯调查，日本人将残足变法跟吸食鸦片。 看作为台湾社会的三大陋习，缠足变法虽然是台湾的陋习，但是沿沿袭已经很久的风俗习惯，一时很难转移。日本的统治根基还没有稳定，为了避免造成反弹反感，因此呢，透过学校宣导断法。一九零零年，大稻埕黄义街中医师发起的成立天然主会，呼吁女生女子。 解放缠足。一九一一年，台北民间有断法不改装会的成立，定期实施集集体断法，实施一年获得多数地区的响应，并组织断法会。放足运动也出现了由妇女组成的解解缠会，积极推动放足。在一九一四年，各地成立了风俗改良会，倡导变革救赎。一九一。 一九一五年之后，总督府正式利用保甲制度，全面推动荒族断法，或者行保甲连坐法处罚。台湾的产主完全消失。面对台湾恶劣的卫生环境呢，促使总督府建立近代的公共卫生跟医疗制度。一八九五年在台北设立大日本台湾病院。一八九六年由军部管辖，改由民政接管。 改名为台湾台北病院，一八九七年设立医学讲讲习所，为台湾医学教育的开始。一九二一年总督府台北医院完工，是当时东南亚最大型、最现代的医院，就是今天的台大医院。至于公共卫生方面，后藤先平上任之后，便由警察协助检疫工作，强制人民要打预防。 针对人民的生活起居，强制住户要打扫房舍、建造自来水工程、供应城市的干净用水、整理地下水道、检查市场的卫生、举办卫生的宣传教育等等。这些措施推动之下，不但改变了台湾人的医疗卫生习惯，也防止了一些鼠疫、疟疾等等疾病的降低跟死亡率。日本时期教育所扮演的角色。 不同于社会经济，并没有强烈的急迫。底下跟同学来说明日本殖民政策下的教育制度，包括一初等教育。日本殖民政府导入新式的学校体制，从一八九六年总督府在各地普及设的国语传习所，主要教授的是国语，也就是日语。一八九八年总督府公布公学校令，取代了国语传习所。 一九二零年起，总督府致力于增设公学校，到一九四零年学龄学龄童儿童入学率呢高达百分之五十八。一九四三年，进而实施六年制义务教育。一九四五年，入学率已经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显见日记后期工学校不断的扩充，使得多数的学龄儿童有机会接受初等教育。 但是公学校跟日本人就读的小学校并不相同。一八九零年所公布的《小学校令》享有四年，后来改为六年，的义务教育。台湾人所练的公学校要练五年，还要缴学费，课程内容也不一样，生浅也不同。至于对原住民，则有翻人公学校的设立，修学修学的連線年限是四年。在一九二二年公布的《台湾教育令》。 开放中学校以上日日台共学形形式上会出台湾人跟日本人在教育上的差别大异。至于中等教育呢，中初初等教育完成之后，日本人可以升學升学到中中学校就读。一九零七年公布了台湾总督府中学校官制，一九零九年公布台湾总督府高等女学校官制。 就是日本人指定设立的学校。至于对台湾人早期升学管道，只有国语学校跟医学校。国语学校是因应用教师及翻译人才需要而设立。台湾人的中等学中等教育，则到1915年公布了《台湾公立中学校官制》。虽然公学校毕业即可报考中学教育，但台湾人报考中学教育。 受到很多的限制，台湾几乎没有中学校、中等学校可读啊。因此，在一九一三年，由林献堂等一些台湾士绅鼓吹筹款之下，台在台中设立了私立台中中学。一九一五年就以招收台人子弟的台中中学校奉准开学，后来改名为台中州立台中第一中学，也就是今天的台中一中。一九一九年公布了台湾。 教育令确定普通教育实施实业教育、专门教育及师范教育的制度，并且将国语学校、附属女学校改为台北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新设的像彰化女子高等普通学校以及台南女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总督府相当鼓励台湾台湾人进入职业学校。根据台湾教育令，台湾设立的三年制工业。 商业跟农林学校设有公立台北工工业学校、公立台中商业学校、嘉义农林学校。至于高等教育，总督府并不乐见台湾人接受高等教育，因此台籍学生毕业的出路都受到限制，只有少数人优秀的学生得以以国语学校师范部或者医学校。那总督府在一九一九年将将医学校改为医学专门。 学校国语学校改为师范学校。一九二二年设立台北高等学校，学生毕业后可以考试直升日本各帝国大学，是台湾人唯一的升大学的管道。一九二八年设立的台北帝国大学毕业生得以在台湾衔接就就学，成为当时台湾唯一的大学。台湾教育缺乏完备的制度。 台籍子弟的教育不公平待遇，缺乏进修的升学管道，因此在经济能力许可之下，许多台湾子弟呢选择到海外去留学啊，前往日本、中国、中国大陆或欧美，他们所学的大概是医学、法学跟商学、经济等学科。留学生呢弥,弥补了台湾高等教育的不足。那接下来跟同学介绍的是有关于文娱活动啊。 首先讲讲的是时间观念的养成。台湾社会一向依照农历作息。一八九五年十二月，总督府发布，台湾以东经一百二十度子午线的时间为标准时间。一八九六年一月一号起，台湾正式实施格林威治世界标准时间。一九一零年初初期完成了全台报时系统。一九二零年起，日本政府为了加强对台最时间观念。 认识跟守时观念的养成，规定每年的六月十号为十的纪念日。第二，生活跟休闲，日据时期总督府将星期四引进台湾，规定星期日为例假日，每年便有十三天的国定假日。总督府利用宜暇假日推动文娱活动，为了应用社会的休闲活动，总督府规规划休闲设施，例如台中公园、台。 台北新公园，也就是今天的二二八纪念公园，推动了运动休闲，鼓励学校组成球队。一九二八年，嘉义农林学校棒球队曾经多次打入甲子园大赛。高尔夫球啊，赛赛马运动为上流社会的体育时尚，喝咖啡、跳舞等西方社交活动也传入台湾。至于登山旅游，为当时社社会。 上层社会的休闲兴趣。最后，我们来跟同学谈谈的是文学跟艺术的发展。日据时期，台湾文文学与艺术呢，受到日本、西方等近代文化的影响，因而发展出新的文学内涵跟艺术创作。一九二零年代初，陈端明首先在台湾青年提出白话文改革的主张。一九二四年，张我军在 《台湾民报》掀起台湾新旧文学的论战，但台湾新文学仅有少数的作家创作。直到1926年，奈何主持的《台湾民报》的文艺栏里面才出现较多的成熟作品。奈何被称为台湾新文学之父，他的写写实风格对社会充满的关怀。1930年代初期，台湾文学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 出现的右翼跟左翼两个方向，像杨奎写的《送报夫》，就是反映当时民众面临殖民压迫的惨痛经经验生活。透过学校教育，台湾也引进了西方近代音乐及日本的歌歌谣。一九二零年代，台湾文化协会成立，巡回各地时，出现了台湾台语创作歌谣。 台湾台湾自制歌呢，是一九三零年代台语创作歌谣的先先生，啊，一九三二年配合上海电影《桃花泣血记》同名的台语创作歌歌曲呢，被誉为台湾被称为台湾第一首的流行歌曲。日据时期，台湾美术教育及人才的训练，主要透过的是学校的美术课的养养成培育而来。任教于台北国语学校的美术家。 石川钦一郎是初期台美术教育的启蒙教师，而台北国语学校也成为台湾美术运动的摇篮。毕业的校友知名画家非常多，包括陈澄波、廖继存，李梅树、蓝映鼎等等。一九零七年被称为台湾美术先驱的黄土水，在一九一一年考进国语学校，因为校长的推荐到东京美术学校木雕部就读。一九二零年。 三 D 木桐作品入选第二回地展，是台湾人第一位获得日本肯定的艺术艺术家。一九二七年，石川钦一郎、原叶桃普主导的台湾美术展览，为台湾首次举办的最大的美术美展。一九三六年，台湾总督府接办台展，改称为府展。 经过多年美美术运动的推动之下，台湾台籍的美术家于一九三四年联合组织了台阳美术协会，这是日据时期台湾画家主导的最大民间美术团体。今天十六讲的课程到到此结束，谢谢同学的收看，下次再见。